多谢夏威夷的这个会长华师分会长的介绍。大家哪大的姊妹甲哪大的迄个兄弟吼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拄则听咱这个介绍人咧讲过教授，我想讲，敢若伫哪大无应该叫过教授了吼。伫哪大我是慈安啦吼，慈安吼。算是哪大市大的囡仔咧吼，所以足有这个感觉吼，啊嘛足欢喜囡仔会当倒来哪大遮甲大家分享。万里啊，时间过了足紧吼，我已经倒去台湾14年吼，所以伫14年的期间咧，真正认真拍拼啦吼，所以甲拄只甲过去学的物件啊，伫美国。会当学习的物件，所以尽量来甲伊即个贡献伫咱家己的故乡土地内底。所以今仔呢，差不多有一点钟的时间，麻烦大家稍后可能若有迄个音量吼，可能爱放较细，我一礼拜爱讲差不多20点钟的课，所以即摆囡仔有当时啊真无认真吼，我爱甲伊拼声音，所以你看我已经拢小可有扫声安尼吼，所以麻烦大家请迄落小可会当互我较轻松讲个安尼吼，歹势。好来，今仔即个题目是一个真特别个题目，事实上可能我当机时吼，咱会长个时阵，可能我较爱困个款吼，所以呢，其实甲题目写唔着去安尼吼，所以其实这个题目应该爱是好好生活才对啊，你吼，因为最近我出一本册叫做《好好生活》，你吼，对只吼，所以这本册呢，其实是台湾政府呢，有真侪国家呢，那伫个每一个国家，因为人口咧老化，所以呢，那诶，那国民65岁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国家就会送伊一本册，吼，互伊来当。Aging in place， 就是讲会当真成功的老化准备好，吼，伫家己想要老化的所在，即、這个厝也好，还是社区也好，好好准备安尼。所以当政府啊学着讲真侪先进的国家，美国敢若无吼，美国敢若有 AARP 啦，对无吼？所以 AARP 就代替政府嘛吼，50岁就提早安尼。所以伫个台湾呢，都要嘛想讲，应该来做一本这安尼的册吼，吼，即个台湾所有国民65岁的时阵，都有一本册，当好好来准备，甲袂讲到时吼，准备要无周到的时阵吼，所以做先可能家己有当时啊处理的人吼，也是真辛苦吼，也是讲即个社区有当时啊，我那即个 pressure 吼。所以呢，迄个时阵就经过真侪选拔吧吼，应该是安尼。所以到尾啊，就选着我的这个书，所以为台湾写一本去年才出版的这本《好好生活》吼。那伊拢总200几页，所以我今仔有带3本来吼。所以因为我是咧想讲，无法度每一个分会拢一本，但是呢，若是恁的分会的在地的这个社区呢，有咱台湾的会馆，也是有都市馆。迄类嘅吼，请甲我讲，因为我想讲我会使，若无嘛会使去台湾寄吼，等下会当都市馆后摆，若要参考嘛是会使安尼吼。好，所以今仔呢，其实是一个搁等来到美国吼，原来即个我学习嘅洛杉矶，惊老人学即个学问吼，老人学者 college 即个学问，今年旧年啦吼，旧年是我惊30年嘅时阵吼，为大学毕业开始要学习即个。老人学这个学问吼，迄个时阵，阮爸爸妈妈拢，阮阿母常常甲我问，讲你到底是咧学啥吼？咱也拢唔知安尼啦吼。我讲我咧学老人，我22岁的囡仔咧学老人是咧学啥安尼啦吼？所以。常常讲，你的朋友哪会讲无少年人拢老人安尼吼？是足烦恼的，惊我嫁袂出去的款啦。所以呢，30年来一个，逐年都咧看这个学问，然后呢嘛一直拢咧思考讲人的意义吼，有啥物会当给咱新的启发安尼。所以伫个2年前吼，我真努力，所以伫个美国的老人学的学会，我那是全全世界上古上有历史的老人学会，着这个 fellow 吼，就是伫 academic status 内底上高的 status 的 fellow。所以我那也真欢喜，不过就是这个地方呢。
其实我应该是这里面上无资格讲的吼，因为吼真侪人比我搁较有经验对吼，在座各位安尼啦吼，所以唔讲咧，咱大家拢咧老吼，拢咧老啊，所以呢，所以这到底是一个啥物款的议题？所以我今日就来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吼，主要大家会分五个部分来大家分享啊，那大家对于我讲的物件有兴趣，可能我那会使私底下再过来开讲嘛，会使安尼吼。真侪人都老足艰苦的吼，啊，真侪人无爱老，社会有当时啊嘛无啥爱老人，但是呢，真侪年纪较大的人拢感觉讲，嘿，我愈来愈知影安怎生活吼，啊，这个虽然较慢一撮，不过吼，迄种好酒定暗地的吼，所以慢工出细活。啊，而且呢，即卖的生活真正家己有家己的选择，要讲啥物话嘛是会当讲吼，免讲古早吼，惊老板会甲你 fire， 还是讲啊亲家无赞吼，唔知安怎想安尼。所以呢，家己有家己的选择，爱使家己做主，无比即卖搁较幸福啊吼。老实讲，吼，因为吼这囡仔大汉啊，无啥需要人烦恼。在座各位哪好有咧烦恼囡仔的人，请你囡仔就甲放掉好无？已经有够啦。真正有够啊！系啊，我伫咧台湾听见看到迄个九十岁阿嬷吼，唉，我这五六十岁上细汉的囝还袂娶某，啊，孙啊吼，足歹的，啊，拢无爱读册，吼，啊，这吼唔知要安怎吼，安怎呢？我讲拜托阿嬷，九十岁啦，莫阁想啊，好无？为你家己想一寡较快乐的代志就好啊，安尼吼。所以大家会当愈活愈幸福吼，家己做家己。所以这是一个真。人讲美国有一句话叫做 Golden Age 吼，我感觉真正是 Golden Age 安尼。那伫台湾当然，这个图吼是阮人大家咧演讲时拢会讲的物件，就是台湾其实是世界老化速度上紧的一个国家吼。啊，台湾啥物拢爱甲人比第一吼，啊，不过这个老化速度若比第一吼，其实是真麻烦的一个代志安尼吼。咱甲韩国是同款世界上紧的老甲足紧的吼。我当时是要回去台湾啊，教书的时阵，美国迄个时阵才差不多 12% of senior population 啊，啊，即卖的时阵差不多在6啊。我要回去台湾的时阵，台湾还未 12%， 台湾才 10% 呀，好。不过即卖台湾 15%， 即卖已经差不多18% 了。所以就近。那伫这个真近的时阵呢，代表台湾即马完啊，你看困难啊的所在吼，愈来愈侪对哇吼，啊劣势的所在愈来愈少，劣势的所在就是工作的人口，啊然后安全的所在、困难啊些的所在，就是这个中价的这个人口吼。所以伫个过两年，咱就要迎接超级老人国吼 ，Super Age Society 吼，20%都是65岁以上。不过伫遮呢，我一定爱甲大家讲吼，65岁以上唔是老人，听到安尼感觉足老吼。可是65岁以上的人虽然足济，不过呢70%大家拢啊搁活跳跳吼，像大家会当安尼 travel， 会当学习，会当种，感觉有差不多30%啊需要消化身体欠安，有当时啊需要照顾。所以呢，这几代来对，咱就来看，今仔的咱有伫北美洲，咱有美国，有加拿大，有台湾。所以即马来做一个，一个下晡时吼，小看考考大家一个较袂爱困吼。看卖咱普通时吼，若咧看即个人口，阮会讲一种叫做人口的即个 pyramid 吼，即个金字塔吼，金字塔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倒边是查甫的，正边是查某的，所以呢，阮就有这种款的，为零岁哦，到5岁，一直去吼，咱是变安尼吼，一直去，为零岁一直去到顶塔吼，啊，所以一个population pyramid 吼，所以呢，咱来看卖，唔知有人会当摇一个吼，倒一个是 Canada， 倒一个是美国，倒一个是台湾，有人会当摇一个吗？这个绿色加 purple 的，这个是哪位？这个是看起来是啊，这个呢？有人知影这个是哪位吗？加拿大。啊，对加拿大。又对五种哦。多一个是台湾，多一个是美国，多一个是加拿大。这是年岁到100岁的意思吼，啊，所以这边是十八的
正平是查某的安尼，嘿，所以每一个国家拢会去看讲，啊，到底起起来吼，是厝伫要歪起啊，吼，是讲一个啊，佮有一个金字塔，就是讲伊的底吼，伊上下骹，啊，佮算真稳吼。伫大家咧研究的中间，我想问大家吼，甲大家讲者，即个所在，即支，即支就是全世界啊，全世界，所以咱的地球呢。虽然不是金字塔哦，不过至少下塔搁稳稳安尼，无像这边安尼已经开始咧，小可咧歪歪啊，对无吼？迄徛都无啥会知啊，对吼？好来，遮倒一个，这边会当有人讲者无？右下角，右下角，三，这个台湾 ，OK， 好，安尼，然后阿富人无，顶头这个，这个是台湾，这个台湾，这个，呵呵，这个是台湾，这个是台湾。所以你用对吧？啊，过来嘞，来以后，左上是美国 ，OK， 答对了，然后，这个是美国，啊，过来，我们这个是加拿大，所以说当我给你给你个方向 ，OK， 所以大家会当看得出来，台湾真正这个地吼，真正开始，人有人咧讲。有一天，我甲阮学生讲，好，因个功课就是爱做全世界，恁选几个国家去画这个物件来做比较吼。啊，然后想看卖，搁二十年后，有跩人就是搁卡起对无吼？啊，二十年后会变啥物款吼？形容一下安尼。结果我一个学生在台湾，伊个想讲二十年后吼，就是搁卡点头去啊，点头迄款，伊就会甲我讲像原子弹爆炸。啊，有一个人甲我讲像蘑菇。mushroom， 有讲，系啊，一支卡伫遮，啊，顶头一个罗啊，遮大个安尼吼。无论如何吼，虽然看咱大看起来无像台湾遮尼，感觉遮少遮少吼，不过其实看咱大家台湾的速度，啊，甲讲因的所有变化，几乎差不多要一模一样安尼吼。美国因有大量的移民。吼，啊，甲Latino的迄个成就吼，较侪，所以呢，所以好加再有这个关系，所以我老师是这个伊是Hispanics 吼，伊常常拢甲我讲，规个美国爱感谢 Hispanics 啊吼，因为才有这个好过来底吼。好，所以咱来讲讲这个除非这个除了这个物件，都有一个真重要，就是讲囡仔生出来吼，囡仔较侪，也是65岁以上的人较侪吼，逐年拢在比赛。那所有拄则讲的这三个国家呢，其实老人拢拼赢囡仔安尼啦吼，所以就是讲每一年做65岁生一个人，拢比出世的人都较侪啊安尼吼，所以真正是一个真。算讲是严重的代志吼，因为这拢是交叉吼，然后拢讲有一点是死亡交叉的嘛。这个是美国吼，美国的老人出世比囡仔较侪啊，啊，这个是 Canada 吼，拢嘛是红色的比绿色较侪，拢总已经交叉了的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就开始问这个问题吼，老就无一定好吗？吼，啊，无好的代志拢跟老有关系吗？安尼吼，我不知道大家会去想这个问题，我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，因为少年想到老的，啊，所以呢，我感觉讲我很爱这个topic的，因为我感觉讲，最近有一个人跟我讲，啊，你很老的，你怎么那少年的，怎么会当这个研究这个议题啊，你实在很有感动的，我说这个东西不要怎么说感动的，这个东西应该是我有趣味的，因为我说，啊，其实学到老尾上有用的就是我自己，不知道是真好对吗？哎呀，爱在讲，哎，安尼未歹哦，安尼叫做送礼自用两相宜呀。我哎，我也好，刚刚是安尼吼，我要送别人，大家利用拢会使安尼吼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就甲大家分享五个点，然后今仔个时间有限吼，所以第一个点吼，我想讲来小可turn over 吼，小可叫做翻转吼，即马台湾咧教册拢最爱用这个翻转教育吼，就是讲你古早熟悉的，拢总搁变一下咧吼，头脑搁重新切咧安尼吼，所以今仔有五个物件哦，给大家来遮头脑搁小可切咧安尼吼。第一个就是讲，咱人吼拢一回 birthday 拢一回咧过对无？不过从来无人讲。为后壁算回来安尼啊，吼！伫咧日本即马
所有因的国家也好，医生也好，什么人也好，拢甲因大家讲，恁爱准备活到一百岁，哦，所以为一百岁生得来，为一百岁生得来，所以呢。What is your bucket list？ 美国前几年有一个真有名的电影，就是讲为上过圣诞来，你还阁有啥物爱完成的代志无？吼，会当即马今仔开始写落来，吼，至少爱写50项，安尼好无？吼，至少爱写50项，吼，因为你想要创啥物？吼，你有啥物目标无？吼，啊，你有啥物人要见无？吼，啊，是啥物物件要留落来无？吼。有一寡重要的物件，你人生内底你感觉真需要，这个家族需要留出来，留继续传落去的物件无？吼，啊是有一 dream 哦 ，what kind of legacy are you gonna leave for people？ 吼，啊有啥物 wish 无？啊，恁囝知影你的 wish 是啥无？真重要哦！我甲恁讲一个真趣味的代志，因为我做真侪伫社区的老人的摊会，有一届甲一个老阿伯咧讲话。阿伊甲我讲，我若死的时阵，我绝对无爱火葬安尼啦吼。我讲好，你若死的时阵，绝对无爱火葬。啊，不过火葬即摆是台湾的大部分拢是选择啦吼。我讲啊，恁囝知无？伊讲嗯，这个代志哪需要我甲阮囝讲？嘿，伊讲伊都要知啊。系啊。我讲啊，恁囝可能唔知哦。你哪有可能唔知？到囡仔唔知，老爸咧想啥呀？阿伯，即摆大部分的人拢会选择，非火葬的。你上好甲恁囝讲者，啊无万一恁囝若无遵照你的意思吼，安尼实在是无好。哎，这种代志无老爸，这个开始太开口的，这个万一囡仔来问老爸才会使，这袂使安尼啦。我想话咧想讲，你呐，出国分钱？出国分钱？一点钱啊？拜托的，你加钱啊？我加一条。我想讲出五分钟，安尼咱来拼多数的好。好，OK， 我去，好来。所以呢，这个阿伯呢，我想要出去阿伯讲，帮你出个，出个心脏的话，我做来呢。但是阿伯讲，阿伯，我想讲你想讲阿伯，你若无讲的时阵哦，你后摆真正会真惨安尼啦。所以 ，What is your wish？ 所以上好你想要爱什么物件，较紧甲家己的囡仔讲一下安尼吼。好，所以呢，不过唔要爱讲较紧的，无对啦吼。所以大家来看这个数字，唔知大家知影讲这数字是咧创啥密码？这个生命的密码吼。嗯？有人会当用着无？拄则讲，若是倒算回来的时阵，即摆你若是80岁的时阵，你就剩175,200。Hours to live. Pretty scary, right? Which is not scary. 其实真正无真久呢。我第一次用安尼算，我若大学咧教册时是用22岁算，用22岁咧算，其实嘛数字还阁真少咧。所以呢，这其实是会当给大家一个。我不是要惊大家，而是想甲大家讲，事实上，你 bucket list 爱较紧做的吼，所以呢，趁阿哥真侪身体真健康的时阵，事实上 ，you can enjoy your life 吼，因为大家伫美国、伫加拿大，大家拢不只要熟悉啊吼，所以呢，万免留啥物互囡仔啦吼，对无？家己好啊，家己顾家己就会使安尼。所以第二个呢，咱即摆就讲，若是要活到100岁，到底是要安怎活啦吼？到底是要安怎活？真侪人咧研究这个 longevity 吼，长寿吼，为这个金希荣开始就想讲要去日本摕迄个长生不老的药。啊，所以呢，所以大家其实要长岁寿，其实真简单啦吼。Live to your best 吼，逐天拢做上好的一天咧活安尼吼。稍等，我就会讲到这几年，差不多这6年来，其实我转一个方向，本来是咧做健康的老人，互伊愈健康。7年前呢，因为开始台湾做这个长照2.0的政策吼，所以跩开始去研究 dementia 的 care， 所以我稍等来讲，其实。Live to your best， 因为咱嘛唔知影当时吼，这个 dementia 会来甲咱弄门啦吼，是一个真公平的这个病吼，会当来找到咱的大家吼。所以，好长寿的秘诀其实真简单，
这位呢，或者某种 Jim Coleman 哈，伊是全世界人类有历史以来哈有出现的证明，啊，跟有死亡的证明哈，唔是迄种什么北京猿人活了3000岁啊，是啥迄种的安尼啦哈。所以嗯，伊拢总共122岁，哦，122岁。啊，伊记者来问讲，伊120岁的时阵，记者来问讲，啊，你会当哪会当活到这久？伊是一个迄个住伫南方的法国人。哎，唔知唔讲，啊，你有啥物 secret 吼 ？To your longevity 啊呢？哎，就回答讲，真简单，一天饮一杯红酒，甲食一块足大块的 black chocolate， 所以伊真正一天拢会饮一杯红酒吼，啊，甲一个 black chocolate。日本嘛有一个114岁的阿妈，大家问讲，啊，你哪有法度活到遮尼老吼？的 secret 是啥？伊甲我讲，伊甲大家讲。一天都爱食一粒 ice cream， 安尼就是 best life 安尼啦。所以咧，其实做阿嬷吼足古锥的吼，其实伊嘛拢足趣味的吼 ，wine and chocolate 吼。即个阿嬷呢，到105岁才戒烟，才无食烟。然后呢，伊一世人无运动，到85岁、95岁的时阵才开始去学运动安尼。所以你讲。健啦、啊、健康啦、啊，对伊来讲拢免讲。结果真侪人开始研究伊，讲啊，那我都活遮久安尼吼，伊个囡仔拢死了了去，真正个吼。啊，所以呢，研究伊结果是安怎呢？因为伊足趣味啦，人足幽默，足幽默。啊，搁呢，伊其实逐天吼，伊有隔壁差不多无到1公里个所在，是一个南方真细间个一间教堂。啊，所以呢，伊负责。每一间这个是迄落，敢若像咱台湾的土地公庙安尼，无迄落牧师的教堂，细间尔。所以食逐天早起的时阵，爱骑脚踏车去开迄个教堂的门。结果到下晡的时阵，吼，阿姐搁开脚踏车，吼，阿去甲伊关起来，吼。所以，脚踏车就开吼，骑啊对吼。我想想讲怪怪，那脚踏车又开的呢？所以，伊伫差不多105岁的时阵开始做这个代志，做到115岁。啊，然后呢，拢被人研究讲，就是因为伊咧骑脚踏车去开门甲关门的时阵，其实所有的睁开的人，大家拢会嗨哈吼，就来来拍招呼吼。啊，若有新的人吼，伊就会甲人讲，哦，你来伫这个城市吼，你是来观光的，还是来一个看这个拜访你的亲友安尼吼。所以。真重要的就是 psychological 加 social 吼，拢是互伊会当活到真久真久安尼一个闭关安尼吼。所以呢，甲疾病共存，吼，这嘛是 secret 拢讲这三个，干那这三个闭关尔吼，就是讲虽然你有可能有一寡慢性的病，不过呢，知影安怎甲伊共存。然后上重要的真正是要有 positive spirit， 所以伫咧荷兰啊。荷兰有一个足有名的电台，大家早起拢会做一个代志，是所有因的中国足爱看的节目，迄个收视率足高，就是迄个节目呢，每一天早起拢会讲一个笑话，然后所有的中国拢足爱看，不是干那伊咧看听讲今仔是咧讲啥物笑话，而是伊听咧记起来，暗时囡仔等来食饭的时候，也当讲互因听。啊，所以啊，都有话题，甲囡仔都有话题，哦，所以try to be very positive， 也是讲 humor 哦，这嘛是会当学的哦，哦，你的个性也是较，咩啊，讲较拘束的啦，哦，开始有只有台湾咧讲冷笑话啦，吼，我嘛无要紧，至少你有 try 啦，对无吼，所以来，再来 engage and be active， 我想今日。行入来这个房间的时候，其实足欢喜，就是看到讲哇，考完了，大家还阁会当在洛杉矶。当年，不管安怎，就想尽办法，一定要参加哪个的 convention， 安尼就等会收啦，对吧？对一个很大的代志就是讲 ，how to 这个 live gracefully 啊 ，how to live gracefully，prepare to age well in place。我就问大家吼，有想要上尾的时阵，人生住到上尾，你还阁有想要住伫你即马即间厝，一直到上尾，请举手。
我大部分的人哦，大部分的人吼、哦，后来，哦，有人讲 Amy 讲熟悉的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方吼、哦。好，阿你我问大家吼、哦，恁的厝有法度我甲恁冻30年无哈？有无？啊，那无即马开始修理吼、哦，修理就好哦。嘿，唔好伊漏水，唔好伊啥吼，甚至咧爱煮菜的人爱开始考虑。你的这个灶头爱开始做移动式，台湾有一种 stove 会当移动式，吼，水槽，因为水槽会当移动式，是安怎呢？有可能你会倒酒，有可能你爱坐轮椅，啊，不过真侪坐轮椅的人都无法度阁用所有代志，连开冰箱，遐尼关是要安怎提？所以呢，事实上真侪这个款的 technology。哦，也是讲这个款的装置拢已经真通遍伫亚洲，啊，所以呢，咱来开始想看卖讲，哎，后摆咱的动线是安怎？有可能呢，你甲恁翁两个人哦，拢爱塞迄个 scooter 伫个厝里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小相亲的时阵，小相车的时阵，哎，不是干那只嘛咧闪闪尔，所以呢，啊，而且呢，啊，佫真重要就是，阿妈某头的速度无啥同款。哦，所以呢，有当时啊，还佫有法度一个人好好啊行路，有一个人需要拐杖哦。那这个quality of life 哦，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。在咱的文化内底，咱大家拢希望讲会当修脚活到老。但是真正到落尾啊，有当时啊爱照顾到真辛苦的时阵，请大家先想起来一个，你要变做恁翁婿，还是恁太太的照顾者？还是你还是继续要做伊的先生甲太太？想到我咧问这个问题呢 ？If your husband and wife, t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is different from caregiver and care recipient. 虽然相较无无唔对，但是呢，用一个上简单的故事甲大家讲。当我真老的时阵，我希望有一个人照顾，那是万一是我。无拄好的时阵，我希望有一个 helper 来照顾我，唔免互阮先生遐尼困扰，然后我会使甲伊好好啊啉一杯茶，啉一杯咖啡，唔是讲哎拜托，我即摆要变瘦，请你来赞，甲我叫我甲我倒三杯者。我意思是讲，真侪即摆的思想就是讲，我还真正要继续维持 husband and wife， 唔是 care and care recipient。一旦你开始做 care and care recipient， 大家的角色会改变，然后大家唔免想讲，啊改变无要紧啊，就一世人本来嘛是 vows 讲 to signal health and sickness 对无吼？无唔对，但是大家知影无？平均10年，平均10年，哦，所以这10年的时阵，大家的 relationship 真正会改变，尤其咱是 women 啊，女性。女性更有可能较少年，所以我即摆吼，我是一个真无女性主义的人吼。但是呢，有一点我一直感觉真无公平，就是真侪女性上尾啊，搁真 active 的遐个年纪吼，遐个年岁吼，拢总用伫咧照顾先生，啊，等到先生若走了，伊家己嘛，规身躯好，伊个还了了哩。所以呢，我唔是咧讲啊，跟啊大爱安怎，而是说。上尾的迄10年，上尾的迄10年，其实会使伫这个 generation， 伫咱的爸母的 generation 可能无法度，伫这个 generation 应该有法度好好来 age well。所以这内底边啊 ，age well 用一句话来问大家，就是我拄则问大家，一生当中上尾一届搬厝，你希望是啥物时阵搬厝？拄则足侪人讲，一直要断伊个厝，断到老嘛，对无？所以你唔免搬嘛，所以我唔只讲你个厝爱较紧修理好，好好当冻30年安尼。70岁才搬厝 ，OK， 很好。啊，有人失智以前要搬厝，那你要知道你什么时候失智。
找我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一个，让我想到的代志吼。二十年前，当我开始学这行学无外久的时候，我真正伫咧哪找我做一个演讲吼。迄个时阵，我甲诶，唔知我唔是去 Montreal 迄届，唔是 Montreal， Toronto 迄届，还是伫 Ohio 迄届两回。我讲讲吼，所有的人都爱去交较侪朋友咧，愈老爱交愈侪新朋友安尼吼。结果呢，唔知倒一个哪段机会，倒去甲伊先生讲，朱安东愈老爱交愈侪男朋友。新的朋友，我比你少年几十岁的那种，所以来，咱倒来这讲吼，一世人上尾一间搬厝是啥物时阵？这个意思其实是叫传神，咱都要咧讲翻转翻转嘛。为上尾生回来的时阵，你当时要处理你即摆的厝，你若是有拍算要搬厝的时阵，我常常讲，无你若无拍算，就是准备让人甲你搬啦、搬走安尼啦，对无？伫台湾真正就是足侪足侪父母啊，迄、那个套厝厝，哇！啊，到尾安尼，脚骨也无法度啊，啊，真侪人是咧甲迄佛堂肯定死啦，系啊啦，啊，真侪阿嬷坚持，逐工都爱去甲祖先拜拜，肯定安尼就是祈求者吼，啊，所以定定迄个。囡仔咧讲，我阿妈都无法度劝阮老爸母讲，莫起点头啊，毋知搬几届啊，安尼吼，坚持着要做这个代志啊，吼，所以常常来找我讲，要安怎甲爸母沟通沟通安尼吼。台湾即摆咧，平均两礼拜就一本新册出版，迄册册名拢是如何跟父母沟通。真正两礼拜就一本即个款的册吼，所以一生上尾是你上是要搬厝，这是大家会使去想的代志吼。咱伫全世界的真侪国家拢有真侪好的政策，吼，拢十年十年咧想，十年十年咧想吼。台湾伫2015的时阵，迄个时阵知影讲已经变做老人国啊吼，所以嘛真想真侪，啊嘛开始做真侪。那伫咧旧年的时阵呢，咱都有新的白皮书吼，老人白皮书吼，啊，所以老人白皮书内底包括讲都爱开始准备吼，拄则开始准备。那开始准备内底有五个地方吼，主要是咱要安怎开始建设咱家己的健康生活吼，甲大个所在。过来呢，就是要安怎继续一直有参与甲学习。参与甲学习这个物件，尤其是学习，是拄则有人咧讲 dementia 进前就爱搬厝吼。学习这个物件是即马 dementia 的 high risk factor 吼，就是讲有可能会着 dementia 的 risk factor 内底第三名就是学习吼。你若无学习，无继续学习，就是真有可能。那第一名是啥？是一个真特别未当想到的所在。这是 Commonwealth 为迄个 Lancet Report 全世界上顶尖的 Medical Journal 出来吼。第一名影响这个 Dementia 是听力。所以大家呐，耳啊较无好势，较紧去挂 Hearing， 较紧挂 Hearing 吼。因为你无法度听，你就无法度跟人沟通，无法度沟通，你的脑就无法度振动安尼吼。第二是糖尿病啦，所以这拢甲咱的身体退化有关。不过真正有一个所在，咱真正会使家己做，看你要做啊，不爱做呀，就是学习。第三名是学习哦。那过来就是大家普通是要佚佗啦，还是安怎用科技吼来让家己的生活过得搁较健康？即卖即个手机啊，有足侪足侪 app。有当时会当甲你到创你的健康吼，到照顾你的健康，还是讲常常都提醒你讲，坐伤久啊，爱起来行咧吼，还是啥物吼，真侪。然后呢，我厝边譬如讲，真侪伫台湾真侪老大人家己住吼，还是讲因的囝子讲，阮妈常常都袂去食药啊，想着才食吼，还是讲其实爱叫伊啉水吼，所以拢常常我袂去，我讲来。肾脑浆吼，肾脑浆，我的手机啊内底有设备的量脑浆吼，因为当下无用，当连去诊所都袂去，所以我有设一个脑浆是提醒我爱去诊所吼，甲啉
水安尼吼。所以用安尼做举例，就是讲其实真侪 app 伫咧咱的手机啊内底，会使互咱用，搁生活搁较好。过来就是长期的照顾甲医疗，我相信这伫美国伫加拿大个拢准备甲真好。上歹讲的其实就是法律甲保障这个块嘛，这个所在吼，法律甲保障。伫个美国，我唔知影，因为实在是离开伤久啊。啊，不过呢，伫台湾其实有几项代志，一项就是咱的财产要安怎处理的代志，吼。我有一个学生来甲我讲，老师，啊，你都讲吼，你是无能人的吼。所以呢，最近呢，阮家决定讲，啊，我著读甲中山的医学大学啊，吼，可能是孙仔内底上到读册吼，所以阮爸讲，给我一个任务啦吼，就是讲，阮若讲过身啦吼，啊，迄个财产的土地吼，爱过名啦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唔知要安怎处理，爱来问我呢。我讲好，那处理应该还好吧？伊讲莫老师，这阿公吼，这个土地吼无处理吼，所以呢，继承的人拢总72个。你知影无？一个都来，阿公生十个囡仔，都生平均4-3个就好，都30几个啊。30几个过落来，有家己孙啊，吼，啊有人已经离婚啊，啊有人已经翁死去啊，是某死去啊，吼，所以迄嘛唔知到底会继承啊，未继承啊呢？伫台湾这款的问题足侪，我相信在座各位可能原来嘛捌处理这款的代志，也是讲全喺度拜托恁台湾的兄弟姊妹吼，互伊收款，互伊去查，去处理。所以伫这方面，伫个债务的部分。这啊，阁是会处理哩吼，啊，若未处理哩，有当时啊，会有着去互诈骗吼，也是去互这个财产互提了了去。伫台湾最近，因为我呾开始小看有一挂这个款的问题吼，美国是其实阁较严重吼，啊，不过台湾其实嘛咧讲吼，就是 elder abuse issue 啦吼，就是老人的保护吼，尤其你开始患病的时阵，啊是你失智的时阵吼，可能一个人权的问题。所以做物件啊，甲实际上过哦，你要安怎？我甲大家讲一个真笑话代志，我想可能大家嘛未真肯信啦吼。迄是一个长者甲我讲吼，伊讲，请问大家吼，你较爱 barbecue 还是爱饲鱼啊，还是爱种花？哎，哦，你较爱 barbecue 还是饲鱼啊，还是种花？种花啊。那爱 barbecue 的人就是火种啦吼，是爱饲鱼啊的就是海种啦，啊那爱种树啊的就是种花的就是树种，就是安尼啦吼。啊，然后我的学生甲我讲，老师啊，我一项你无讲着，我啥物讲学堂家啦。25个题目，所以呢，会当予大家真侪功课，通好转去做安尼吼。所以就是出版的这本册内底呢，伫每一个大项有一个这个 exercise 吼，啊甚至有这个board game 吼 board game 会当予大家抽起来了，看讲要安怎来这个规划。譬如讲，我随便抽一张。这张叫做宜居社区吼，上面叫做宜居社区，我们要多是我们讲的地方吼。这个地，那是大家有兴趣吼，伊是有一个这个 QR code 吼，会当给大家 download， 这是免费的 electronic book 啊。那是大家有注意的时阵，应该是扫的嘛。在去那扫的时阵，用电脑扫，结果看台湾的防火墙做了有够好。我为美国请教练无阿多，去摕到这个 information， 刚扫出来的单无？有站吗？无阿多对无？我对你一定敢讲，讲你那边是哪有人防火墙做较好个安尼吼？咱海外人要扫家己的物件，才扫袂出来的吼。好，来。所以呢，这里底原来有一挂叫做老后幸福的懒人包，就是拄只25个地方，每一个拢是用卡片吼，所以你若要读册的时阵，就看卡片啊，扫 QR code 啊，就会当学安尼啦吼。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获
许咱哪都要 care， 会使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吼，来给大家安尼guide everybody， 爱会使来做这个款。所以都叫 Q 九讲宜居社区哈，这个宜居社区其实 AARP 吼，伫足侪年以前就开始咧做 livable community 哈。都只咧讲厝爱甲你做伙住三十年吼，会当创好你的 community 搁较重要吼，因为咱无可能干呐屋伫咧厝里内底。所以这个 concept 是安尼，那是你是六十五岁的时阵，你就爱真清楚，可能 10 miles、15 miles around your area 有啥物款的物件。你来到七十五岁的时阵，可能是 5 to 10 miles， 这可能你比我爱搁较长一算。你来八十五岁的时阵，至少你的 within 5 miles or 3 miles 内底所有的社区的建设还是啥物，你爱真清楚。因为是安怎呢？万一你若需要帮忙的时阵，有当时也是你的厝边隔壁，伫个加州就好，加州伫个北加州吼，几落年前，捌有一届大火，迄个时阵有迄个 community 足侪足侪中奖，啊，就是因为呢，因出迄个 community 的路干那一条尔，所以路尾啊，大家拢足闹的啊，吼，啊，所以有个人甚至毒气。所以呢，全个火烧起来的时阵，走袂出来，吼、哦，大家无法度平常时无咧烧柴，无法度斗三工。但是，像讲伫个日本，咱大家知影讲，几落年前，伊有一个311大地震，有无？地震了后，你知影因安怎做？我感觉日本嘛是足老的国家，足侪人独居。结果呢，因的 community 开始讲，万一若啥物地震啊、火烧也好，咱所有人爱做伙 escape， 做伙逃生。所以为小学开始、中学开始，逐个月练习，开始的时阵就较紧要安怎走。然后呢，练一年了后，全开始讲好，我要走去较远的所在，比如讲地震的时阵，爱有一个所在较远的所在去遐避。即、这个我逐个人咧走的即个路年的时阵呢，有多几户是独居的阿姊婶甲阿妈婶，因拢开始知影。那所以呢，万一若爱走的时阵，你爱开始较紧弄门去请迄个阿姊婶、阿妈婶，可能有轮椅，爱甲伊倒车去即个较远的所在。人已经做好规个身体，拢做好安尼的准备啊。所以即个 livable community 内底，真简单，就是讲。有所在通互你会当散步，有所在会当互你骑 T V， 有所在有迄个交通的工具吼，会当 bus 啥拢会当到。有所在有互你会当有 outdoor activity， 你若想要做一寡 volunteer 有法度无？过来呢，你若想要参加一寡社区的活动，在座各位刚才恁的社区的 senior center 伫倒，恁的 lifelong learning center 伫倒位吼，还是 church 内底有当时卖办真侪活动。后来，你的社区内底有囡仔咧佚佗的所在无？是安怎教人甲囡仔佚佗的所在爱重要？吼、哦，有当时啊，咱也是爱有机会看到一寡吼、哦、较小鲜肉啊，你看，我就爱这个字，我实在是吼，等于在咱对跩少年的讲一寡迄种少年话吼，我感觉足歹听的吼，啊，不过。也是即个厝边隔壁有当 social， 你会当买着较新鲜的食物吼，莫讲逐家拢干食罐头了啥呢？后来就是你若需要剃头、创啥物的时阵吼，去银行还是邮局的时阵，当然即摆有当时啊，拢 electronic 较方便，剃头可能无得 electronic 啦。所以呢，后来就是讲你的社区吼，即、這个建筑有安全无？吼，上尾你的 city 吼，你大的 city。对的，这个建构的这个 urban planning， 你的 age in place 的 planning 有在注意无？有的 city 其实办得好伊乱的，老实讲，真正的。在日本有当时啊嘛，甚至是日本即马开始已经有三个 community， 三个 community 甲因家己迄个 community 建一个梦嘛，讲过二十年，即内底就无人。啊、所以呢，有一寡 aging community， aging community 的所在实在是爱顾及，爱去休息。第四点呢，就是爱防老，要防好，不要顾了身体少了脑，安尼啦吼。这个脑是咱古早拢无去注意的所在，但是唔知是安怎，咱会今仔安尼，全世界每三秒钟就一个人得 dementia， 三秒钟。
美国是七秒钟的款吼，台湾是十四秒钟的款，不管偌济哦，拢真无好无好啦吼，这实在是太紧太紧嘞。所以呢，即卖是全世界拢总有55 million people， 但即个数字看起来敢若无真济，但是呢 ，every year 是 1 million 的增加吼 ，1 million 的增加。所以呢，伫个 WHO 内底正式伫个人民讲。讲这个物件是全世界会当把规个国家的资源拢拖垮的一个疾病吼，伊是社会上困足悬足悬的一个疾病吼。那可能在座各位原来有人顾着家己的 dementia 的亲人吼，也是讲伫个台湾的父母。但是我关心的议题其实是小可无同款，就是大家拢还阁愿意照顾，不过恁的囡仔迄个 generation 可能就真困难啦。伊里头有一个真有名的 study， 伫个三年前就出来，就是 millennials 吼，大家知 millennials 是就是西元2000年出世的啦，吼，所以2000，即个是叫我们先讨论，好，来，2000年出世的囡仔，吼，起码差不多是20几岁嘛，23岁，吼，拢总每一个因到35岁以前哦，35岁了，大概想看卖吼，起码差不多20几岁啊，35岁以前每六个。都有一个是 dementia caregiver， 嘿 ，dementia caregiver， 嘿，所以35岁拄好人生咧上拍拼的时阵，伊爱变作是一个 caregiver， 所以伫这个议题顶头咧，我决定讲爱伫咧台湾训练，因为台湾拄则有看到吼，下骹遐尼少对无，迄个 population pyramid， 所以爱开始训练少年囡仔。不管伊是读啥物行的，拢爱开始认识这个病。这个病不是老人才需要知影，是少年都爱知影吼。未开始变啊，发现讲有可能，拄只有一个那个姊妹讲 ，dementia 以前爱搬厝吼，啊我拄只小夸半开玩笑讲，安尼你都爱知影你当时 dementia 对无吼？90%的 dementia 的人拢无 insight， 拢无病耻感。哦、所以都爱靠大家发现，吼、哦，啊，拜托拜托，给伊骗来检查安尼吼，啊，然后要安怎引导伊去继续看医生，然后咱都爱开始熟悉这个病，吼、哦，要安怎甲伊照顾，要安怎甲伊讲话，遇到问题时阵有人头问，哦，有人头啊做伙来相看安尼支持。这是一个家庭社区和所在，爱需要一个真大的 platform， 让大家资料吼拢会当相通。当我真忝的时阵，可能我的朋友大家会当互相来照顾，也是 group care， 一家一户人家己咧照顾的时阵足忝的。伫个台湾，即摆我开始一个就是7个家庭做伙，大家拢做伙来，所以14个人吼。哦所以呢，有当时啊，我会当休困一两天啊，因为其他的人会使替我照顾诶爸爸妈妈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即伫即内底就是共照中心吼，会宣导筛检、诊断、治疗、甲关，然后每一个人甲家庭拢有一个医师，有一个 care manager， 然后呢，即、这个物件连即个病院甲社区。那因为台湾今仔有即个长照2.0吼，所以呢，有所有诶会真轻度诶、甲中度诶、甲真重度诶。拢有所在会当去吼，医疗甲社会照顾的这个 integration 已经拢建起来，这个物件互人真这个兴盛吼，应该是美国甲加拿大拢做袂到的代志吼，伫台湾已经做到啊吼，啊所以我找真侪少年人做伙开始来关心这个议题，啊伫个要出国进前拄好钓着台湾的医疗品质的相关的徽章吼，啊所以这个模式啊，这个 model 啊变作是一个真有名的 model。上尾呢，今仔可能无啥时间，可是呢，我想要甲大家讲，讲较侪重大的重点就是，要安怎传承，要安怎甲家己每一个人一世人活起来上。上大的资产，不是你赚偌济钱，甲你写偌济册，也是你做偌济钱代志。其实人类上大的资产是安怎活落来，吼，这个认命吼，啊，才会当帮助别人。人类有90%的智慧拢无留落来，所以呢，这个物件是我一直为等于台湾的第一天就开始咧做的代志。开始我讲65岁以上的人，有啥物款的才能，有啥物款的特别的所在。会当去甲别人分享，
所以阮叫做银发生活达人，吼、哦，甲包括咱有 YouTube、甲 Facebook， 吼、哦，啊，不过你若伫 Facebook 的人，就使去 Google 吼、哦，银发生活达人，啊，希望你能当加入。即内底呢有真侪真好嘅物件，就是阮阿老来看到每一个人，其实都有真侪记忆会当传承。伫个人民中间已经有70人个相关联系，90岁吼。即内底有做导火的达人吼、哦，有慢灵的达人吼、哦，啊有做真侪特别的物件的达人，啊有一个真特别的妇女呢，伊是去互家暴了后安怎饲囝，所以呢伊到处落咧分享伊的生命韧力吼，无互无倒落来。啊，大家知影921大地震的时候，咱真侪人厝里受到灾难吼，啊，所以嘛有真侪人安怎带家己的厝的人搁较站起来，甚至呢训练真侪新住民吼，就是过来台湾的人会当去学物件啊，饲因的厝里的人，所以即内底有真侪真趣味的物件，我着紧紧看过。伫个尽量呢，我会当若有一寡国际会议的时阵，拢希望跩达人出来吼，互跩国外的人看讲。台湾的物件足趣味，大家看到一盎这个，看起来敢那是螃蟹，吼、哦，这是大澳带，这是迄、那个从这个或者说啊去做的哦，足像吼，足像伊，这个当然足厉害哦，伊到遐合作甲大家拢徛甲足好个啦，吼、哦，然后。所以，即内底呢，我想过，即、這个嘛是拄只迄个达人吼，伊讲生活人生的6部曲啦吼，恋爱、结婚吼，啊，到尾啊大腹肚、生囝，然后啊，甲牵孙啊安尼。但是吼，我感觉毋是干呐安尼尔吼，迄是古早的想法。过来呢 ，involve、intrigue and inspire 吼。就是安怎呢？伫即个细细的即个地球内底，虽然咱到美洲甲台湾有一寡距离吼，不过呢，我感觉每一个人伫台湾拢会当有敢若像即个发电机共款吼，不管你外老，你拢有真侪物件会使传承安尼。所以慢慢啊，一个找一个吼，伫即内底，阮嘛有真侪会晓种真好食米的即、這个老大人吼，啊伊会当甲你讲米的历史，讲一套足。好听的历史吼，啊，甲你讲什么在来币啊，什么在币是咧创什么？即内底嘛有达人呢，伊会晓看水鸡，吼，伊的兴趣就是暗时起来录影迄个水鸡安怎相拍吼，啊，然后搁一只查甫的甲查某的为着咧抢某啊，抢到安怎嘛，足趣味的啦吼，啊，所以因拢足侪故事会当讲安尼吼。然后呢，真侪人伫个真拍拼伫个生活吼，啊嘛有真侪开始发展真侪真特别的建筑，这是伫个屏东咱一个教堂吼，伫个海内底啦吼，所以这个物件也是拢足水足水，我大家唔知有真久唔通登去咱个故乡安尼吼，应该会使登来看卖者。所以呢，我是感觉讲伫这个土地内底，虽然这个老得足紧的吼，啊嘛真侪老人个问题问着。但是还佫有足侪真古锥的长者吼，因拢还佫真好奇遐个真好奇的心啊，然后即摆原来有真侪少年的人开始吼，甲这银发族共同来创这个真感动的人生，所以上尾呢，希望大家若有机会，还是爱发展家己吼，还佫袂真慢，拄只迄个122岁阿嬷。为85岁才开始运动吼，105岁才戒烟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大家会使做真侪代志，即、這个戒烟啦吼，啊，所以动作啦吼，养着着，所以呢，伫遮我那有一寡即个达人的作品吼，比如讲，我那会晓教人安怎画即个红包袋吼，还是讲写真侪物件会使做卡片，会使互人。所以我也希望讲有机会，大家伫各地吼，若有机会，我嘛真想要带伊出来，来登台湾的一挂真特别的所在。咱会晓带少年的，会晓带真侪艺术家出来发展，也是展扬咱台湾当年的这个传统酒也好啊，种种拢真侪文化的代志。可是咱真少把咱的老大人带出来讲，咱台湾原来有遮广播的吼。所以后摆若有机会，希望你若有倒来台湾，会当来找我，然后我带你去熟悉遮真趣味、真趣味的中奖。我今仔演讲就到这，多谢。